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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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一样啊！船只有没有？黄点黄点黄点往那方向走就好了。我今天找黄点了，黄点哪？就在那边而已呀、啊。地图，地图，你不是在看地图了？小地图。什么啦？你们好奇怪哦。海上又不能。这什么？为什么会跳啊？波浪海浪，你没过海浪吗？有海浪啊！现在谁知道我这么会震吗？什么东西？看谁在船上吧。你可以把震动关掉吗？不要用震动，关静音好吗？怎么啦？你看我们一直在跳啊！啊，这海浪呗！那个按钮，你那个震动可以关掉啦，可以啦。怎么关？你试看，你看那 G 有没有 F 之类的？你看看 F。不要这个 F， 我们要上当啦！想骗？是诈骗？我问认真，现实中也会这样吗？真的吗？这样是正常的，我的妈！就跟你讲，你要把那个震动关掉，要完全静音。怎么啦？讲干话哎、欸！你看我们在跳船哦，这个好奇怪哦。你看，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啊？你就很开心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、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刚刚很开心的不是你们吗？没有啊，刚刚不是笑的都是你吗？对啊，哪有？你们这样子都没有笑、啊。我是看到你笑，我们才笑的啊。那是航空母舰哦。对啊。那我可以掉头了吗？你在怕什么啦？你又没比他大。就是没有比他大，我才怕、啊。为什么会怕？太大了才怕呗。为什么会怕？因为他太大了。你受不了、哦。对。你不是最爱。你又怎么了？你又怎么了？你又在笑什么？啊？哎，你说繁星张飞？你看有没有？现在不震了，你把震动关掉了。对啊。嗯。要去哪里啊？哦，要去。继续走，继续走。走走，船尾。看到我手上这是什么？没看到，我还真的没看到。看一下。会怎么比？能看到吗？看一下。用空拳按右键。就是后面那个，对，然后你，哦，去哪？上去，倒车，然后你可以上去了。要戴面具哎，你好丑，你们都不戴啊？你最丑，你怎么都要去？我要练习游泳，等一下要去练习游泳啊！哦，你怎么上去啦？哇、哦！有了，上来！不行，我穿这样没防弹，哎呀！好了，开始开枪了。会有人哦？有啊，航空母舰上面没有人吗？说不定啊。好。哦，好红哦，地图。你可以关掉啊。最好是可以关掉啊。我说你可以把荧幕关掉啊。再就死翘翘了。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把人都消灭掉。嗯。哦。你射我干什么？你拿枪瞄我干什么？你想把我消灭掉啊、哦？不是，刚太远没有 ID， 想说是谁啊？怎么会这么？我帽子都穿那么高了，你旁边你还不帮我射？我没有看到，等一下啦。我是误伤到队友啦，越隐越。我被射了，哪里？上面，有人站着。有人站着，要死！哇，死了！啊！啊什么啦？你踩乐高了？踩到了，走一走踩到乐高。你知道，我走到前面才发现说前面的不是队友哎、欸。然后他就一直开枪打你。对。他要按什么？飞脚。哪一个啊？痛右边，痛旁边。哦吼！多按 Enter 哎、欸，我被显示。Enter 是 Enter 不是那个吗？直接回到战局。所以我每次都没有成功过啊，哦、都是其他人按的。一拳说怎么会大到撑出形状那种吗？啊？我跟他讲啊。
航空母舰的形状吗？哦哇哦！啊，没事没事，好大哦！太，我们太灰了啦！啊、太灰了是不是，这是哪里啊？我们在上面，要下去，要下去。你直接下去吗？我要走下面。不是、啊、不是，你要走下面，是只有你用跳的，我们都用走楼梯的。啊！我怎么想？两个一起。很热。不应该跟着你的。需要散热一下是吗？哇，这前面谁啊？那么猛，雨月这么猛。我有穿护甲，所以我站前面啦、啊。哪里呀、啊？打住！哦，前面好多人哦。哦、超多！哇、哦，谁这么凶？什么？谁这么凶？刚刚不是有爆炸吗？有啊，那就是那个汽油罐而已啊。对啊。哦，汽油罐哦，我以为是有人拿那个汽油弹之类的。子弹。看不到。OK， 好。里面好猛哦、喔。对啊，好猛、喔，还有一个人。走了。有个红点。好，是在这边吗？对，右边。然后往右边走啊！啊啊啊！总进不去，别按选择。你这好窄哦、喔。是这吗？我觉得不是、欸。是吗？我觉得我怎么记得是往上啊？右边吧。有黄点。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。不是这里吗？对，这里。这里好久没玩了。嗯。啊，放屁呀、啊！走。哎，专护甲，我都忘记了。Yes C。这个是不是可以伤到队友啊？会啊。是吗？会啊。因为你在我前面，我一直帮你开。你好，主播。你好，观众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哦，要逃走了。先把甲板上的人打完。那人也是固定的，这边。是吗？等一下，你要抢一台飞机。哎，我每个人都要、哦。每个人都要。然后有一个人要抢一个我们的目标。你为什么没有？那怎么站立发呆？下去了，好了。谁要开九螺丝？我没，我很陌生喽。我没开过九螺丝哎。看到了，还一个九螺丝是不是有？九螺丝是不是有变形的模式啊？它就是上下直接飞的啊。我已经忘了，我是没开过啦。哎、欸，所以人都是啊。请问 OBS 里 FMSRL 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东西？死掉！我真的忘了怎么开了、欸，天啊，我好怕，我好累哦、喔。机尾那边有一个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开、欸。他进两开九螺丝吗？我可以啊，那我就开普通战机哦、喔。好。啊，所以我真的全部都开了。真的啊，没跟你开玩笑啊。等一下还有，等一下还有那个啊，要保护。我们的九头蛇，哎，对啊，不要了，哎、欸，要怎么收底下的轮子？G 等一下，所以我不能用滑鼠，我要用点数字键。你可以试试看啊，等一下点又说你死了之类的。要干嘛？你说哪个起飞五吗？没有，你按 W 就是加速，嗯，然后五可以五可以拉飞机头，五你想想看，五就是扬起来的意思，你的头往上扬。嗯啊然后八的话就是往下仰，然后靠四跟六转那个移动方向，嗯、再按着 W 就好了啦。对 ，W 要压着你才有，你飞机才有动力。嗯、可是他们有坏人。对啊，我刚刚说保护啊。啊！加油，你们加油！靠！啊啊啊、不是啊，这样怎么射？空白键。空白键。哦。
啊，我撞到了。没关系。泱泱哦，你为什么太愉悦被撞到？我就不会射没。不是射不射的问题，你一直问他干扰到他了。演员是这样吗？哦，泱泱。剪辑的部分啊，对不起嘛。还想开飞机哦，好怀念哦。所以这个不能不开哦。你也可以不开啦，就只是我们会清的比较慢。就对啊，我们要帮忙把那个追击的追兵打掉。不然你开九头蛇，我们帮你射。What？ 你就只要跑就好了，你就不需要攻击。然后这边要从头打。这边只有几个。要收拾。哦，对，就直接上飞机吧。不用打了、哦嗯。我就是直接上飞机了。我忘了，从上飞机开始。如果不收起落架会怎样？你会飞很慢，你会有点难，你的飞机会难控，嗯，不太好控制。好，好难哦。不会啦，就是要多练习呀。嗯，人都有第一次嘛。嗯，第一次都比较难啦。只是你第一次很多次的话，会被人家怀疑。我第一次，所以一定要收起落架。要啊，你会比较顺啊，比较流顺、流畅。嗯，他比较不会有轻油的影响。完了完了完了，看来有人要撞我们墙壁了，是不是？我刚头拉不起来。等下收起落架。然后你开始就会想玩花式。等一下啦，你飞高一点，你为什么要掉下去？你按 W 压着 ，W 会压着。W 不要放，不要松开，只要按着五。你只要按。就看着红点啊，红点就是坏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可以换模式啊？还是就只能怎么换模式？枪啊！你说 ，tab。哦。我哦。我都乱飞耶、欸。好，那你不要上下颠倒，然后坠落海里就好了。嗯。你就只要好好飞就好了。对你好好飞你的，然后你按一下 tab 可以变成导弹模式。嘿嘿，再来一个。有时候气流是会影响那个啊。有啊有啊有啊，有气流。晃一下晃一下。嗯。对啊。那我要朝着夕阳飞过去。哎、欸，真的会晃，好可怕哦！回来回来回来，这里海风太大了。嗯？飞机在哪？敌人飞机在哪？哦，上面看到了。为什么你们都看得到敌人的飞机啊？我看小地图啊！你不是最爱看小地图了？棒棒棒棒不是啊，可是。前面没东西啊，我要射哪？我怕是要有鱼苗。你看一下蚊子好吗？它长得像蚊子。不是啊。嘿，屏幕上会有蚊子。可是你也小的跟蚊子一样啊。再说小，再小。你给我过来，你是哪一台？我让你看什么叫大飞机，你就过来。你过来。等一下。等一下吗？你给我过来。刚说谁小？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啊我怎样我怎样，你是刚说我小跟飞机那个蚊子一样。我看到你们了耶，看到了齁，但还是小跟蚊子一样。哎，升一台了，不太敢确定耶，好像木可以的观众闭一下眼睛啊，这个哎，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，好了，打完了，好，我要飞向你太阳了。所以九头蛇到了，你就完成了，对吧？对，对啊，你可以现在练习飞了，因为你射也没有得到。可以练习飞了，嗯，你不要摔死就好了。你可以开始按着 W 五，然后四按到底或六按到底。你做转圈圈吗？对啊，超好玩哎、欸！你可以从，所以只要机头是往上的，我是不是基本上不会往下坠？是不是？理论上，你不要把海看成天空就好了。不会了，哎、欸，我已经飞到云层了。啊，所以呢？哦，好晕哦，这太晕了吧！这里有气流，气流，这里有气流。然后，等一下、啊，怎么有音乐啊？你们可以设定直接把音乐关掉吗？有啊，我设定是这个啊，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上车都这样啊。我也是、欸，我前就设定前一个驾驶员喜欢听歌吧。没有，我是直接把那个游戏音量吗？对对，直接把音乐的音量调到零这样子。可是有时候背景音乐很刺激耶、欸。啊，有背景音乐哦。有啊，就是时间快到了，或是很紧张的声音会出现。哦，这个气流好空，因为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就关了，所以没有注意到音乐。它的 radio 真的是很麻烦。嗯。
真的。哎，哇，夕阳超美！哎，这是日出还是夕阳啊？你猜啊，都起雾了，当然是日出啊。嗯，晚上不会起雾吗？我们是晚上过来的啊。我是晚上来的啊。哦，对耶。你是疲劳驾驶啊？你还开的，还是你开的？还在呛，还在呛。还没睡醒，还没睡醒。对啊，有版权赶快哼。哼什么？你要到吗？我说我会开九头九头蛇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不会降落。也是暗狙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我绕一下，我绕一下，我慢慢我学一下。没有，他好像可以直直往下。他可以变停留模式吧？你现在因为我刚好被打到一下，我的引擎会偶尔停一下，偶尔静一下。好可怕！高一点是不是气流会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我没死，好险哦！我刚刚降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直接飞机整个爆起烟爆掉，我马上弹出来，突然跳走，吓死了欸！你刚才是不是有被打到一次？完了，我没带到画面。不是他的引擎，我刚被打到一下，然后我又加的时候没加出来，被点火滋滋。没关系，点不了火。哦，对啊，轮子掉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样样会玩的。再来，再来。嗯。所以他九头蛇怎么玩啊？但你可以试试看，其实差不多。只是他的可以平起平落，只是我不习惯，我还是用正常的，慢慢就是一般的飞机下降方式。他平起平落是要怎么调按G吗？我不知道我不会调，我刚刚就是直接平的下去。好，我来试看看。好可怕、哦！可是速度不够，我就砰，直接坠。我有放轮子，我有放轮子，就自己就下去了。可能缓冲不够。会玩了吗，洋洋？我去开，我去开。会开飞机，可是不会降落啊！抢机哦，抢机哦，抢机哦！对，我要去远点台。因为有什么问题？我把你的轮胎先打爆！哇！洋洋，你先走，干嘛？干嘛啦？你先走啦！厉害，你就过啊！走开！哦，我还是比较习惯这个啦。九头蛇的是平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打架了！所以我怎么切换呢？我的玻璃爆了啦！你滚下去！那我怎么切换往前飞啊？等一下，我的飞机掉到水里去了！我要怎么切换往前飞啊？九头蛇。你就直接按 W 嘛，往前它就直接平的飞上去了，跟直升机一样。那所以它是直升机的控制。往前是往前。直升机的控制方式啊，那我知道了。我在水里面呢、啊。你怎么在水里面呢、啊？我好不，九头蛇的控制方式好不习惯哦。我不习惯。我知道是直升机，不是潜水艇。我只按错键吗？懂了，我懂了，我会。哎呦呦，我被射了一箭。被射了一箭。对啊，因为往上拉是按五，可是我们下一次按八会往前。哦，因为上。还是可是它是往下，我就飞出去就直接咚掉水里面去。哎呀，好可怕！爸爸，有人爆了！哦，我会玩九头蛇了，我懂了，可以到十二点子，我觉得可以。天哪 ！Oh my god！ 我开错，我开到潜水艇去了。哇！你的潜水艇有翅膀哦！玩错游戏了。天哪！我会玩九头蛇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你看清，
可以上传到 YouTube， 好好好哦。有精华了，有精华了。我直接强奸没有，在欺负人。按一，哦，按一可以切换模式是吗？哦哦，按一切换模式。说一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樊晶莹，干嘛？我刚刚没看到你的角色屁股好翘、啊。真吧，羡慕吧。刚刚突然看到他那个侧面站，然后捏超久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那个阿死那种感觉有没有？觉得棒。捏很久了。捏很久？你说捏屁屁吗？角色啊。你们走了吗？走了。没有，嗯。哇！我飞起来了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我按到一步了。我才要跑到，我是掉下来。等一下，意外，到底啦，一直问问题。F 没按到，G 没按到那 F 啦。哎呀！我看到前面台飞机有个黑影，我笑好热哦！不行，我要开冷气，我好热哦！我也是，气不够强，我好热哦！这觉得怎么这样玩游戏呀？好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等下换你，换你喷起来。我会记得 F 不要按。好坏哦！你们谁要先走？我先。来，你换你。因为我最后一个。下，转机！哎，我撞到了！我的翅膀撞到东西。我让你先死！什么？我在走到飞机旁边就死，你就死了。哦，我好热，等一下我要脱外套了。飞机跟九头蛇的说一下，飞行模式可以切换。我知道，他知道啦，他刚就知道啦。嗯、我知道了，对吧、啊？他已经说他会玩了，不用教了。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就是有人飞起来的时候，那个裤子就拉到旁边的那个门那样子，撞到，然后跌倒撞到头。对，好痛啊！这个哦，我的下颚好酸哦。笑到很累。我可不可以不要开后面的亮？我会撞墙哎、欸。好好好，我去后面，你先开，你先开。我转不过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刚刚也是转不过来，去撞到旁边的纸箱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原来纸箱好硬的箱。纸箱，纸箱比飞机还要硬哎、欸，好猛啊！阿、啊、弟，你先走吗？哎、欸，你要干嘛？没有。你看你这样有点可怕。没丢进去，可恶，没丢进去。什么东西？烟雾弹，然后丢到你的舱里面，看会不会飞到一半都黑的。OK。哦。没有了啦，再失误我就播广告啦。啊，九头蛇很好玩吧？还不错，嗯，感觉了，还不错，控制啊，就只是不好降落而已。完了，我要帮忙射其他的追击者。我刚好像射到没子弹诶、欸，我没子弹，然后泱泱就死掉了。哎呦！自己人哦。因为我刚刚就是知道，一直因为飞机瞄不太到人的样子。你有自动瞄准啊？你按 tap 有个导弹是自动瞄准，可是有一个是没有，有一个是没自动瞄准，有一个是有自动瞄准的。无导航哦，有一个飞弹那个写无导航那个。要不是无导航的那个，要有导航的。但哦，他就写导弹而已。他不会写。飞弹嘛，对不对？嗯。
是我还是远离战场了。我刚刚在飞飞，然后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就被敌人打死。假路飞飞啊！欸、被炸死欸、啊、被炸死应该是跟刚刚跟我一样我听到 PVP 啊我躲过啦、啊、可是 啊对我起路就忘了收当然不好飞是不是难怪说怪的对天啊好晕 这关好难哦播广告咯、嗯、好吧会晕的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听声音就好听我们讲干话就好了。哇塞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啊，这不是讲干话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真的啦。不是啊。我是说，哇，难得这个比麦块还多人看哎、欸，天啊！大家喜欢看这个啊？喜欢看我？好笑。喜欢看我再飞一次哦。其实我们从白天飞到晚上了啦。要晚上了。想到出来了，太累了吧？这个开到十二点不是梦了，真的。真的我们这个卡到十二点吧。不要再丢了啦！你要丢年蛋啊！丢进去里面，你要丢年蛋啊！年蛋不行，年蛋会死掉。不过你不要按，不要按引爆。我差点又。哎呀！好啦，差不多了。这夕阳都出来了。那女人都在哪里啊？还没到啦，就跟你讲说，她跟蚊子一样小哦。可是，不知道她打到队友啊？啊，不会瞄到，她不会瞄到队友。我刚刚还在想说，是队友瞄我吗？主要是冲进敌阵就死掉了。啊，你干嘛去撞人家、啊？因为我找不到敌人呢、啊，我找半天，然后人在哪里啊？然后就死掉了。有看到一个电脑直接冲到水里面去了。我有射到他吗？哦，他跟我们有机擦身而过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他是直接躲飞弹直接冲到水里面去了。是啊、喔，对啊，你高点好了。好好，我飞下去看看他还有点到水上了。还要关心一下人家是吧？对啊。加贺。对啊。人家搞不好就是有奇效啊，出来工作啊，不得已的这样子。对啊。嗯。哦。看到谁？不要太近哦。你说我吧。我不知道，我刚刚有看到有人从。第一季之后中间穿过去有那是什么？还是不要朝你们飞好了，你们好可怕！你不要过来，给我们打就好了。我也不想过去，你们打，加油，你们慢慢打。不是，你可以射，但是你不要过来我们这。不是啊，啊我要射就要过去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绝对是队友射的，这绝对是队友射的。我没有听到哔哔哔哔哔哦。你们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刚才在追另外一台。我不知道。不要看我、哦，这绝对是队友射的。我不知道。我离你们很远哦。我刚刚没发射炮弹啊。我离你们很远哦。不会是发射？你不会撞到我刚才在打的那一个人吧？因为我刚才有射一发，然后他那个飞弹还在追其他飞机。不会那么帅吧？哎、欸，我死得无辜哎、欸。有这么刚好？有的画面气象不见了，已经天黑了，开始天黑了。不是我雷哦，是子弹不长眼哎、欸，真的。我不懂了啦，都我死，我在下面用那个用火箭筒吗？我在下面用火箭筒。这样你可能要看哈基一个人打敌军哎、欸，他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么厉害。时间的问题而已、啊欸，我们小看了啦！哇，掏出来给他看，火箭筒，
好，那我要从这边射泱泱啦，气死了！你射我干嘛啦？啊，不是没看过，不是嫌我小，很会射是不是？啊啊，你不要动啊！我是说你的飞机很小，刚刚太远。看大家飞机都一样大好吗？你就只是说我小，不是因为太远。你们讲到我都不知道怎么上飞机，讲到忘记了。欸